会有的吧，润还正青春呢，对吗？的意思是现在还没有，有点凡尔赛了啊，应该会有的吧，那您有吗？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有遗憾，我觉得遗憾每天都在发生啊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内心中的那一道光。如果现在你有，对你有另一道光陪在你身边，那么此刻就是光芒万丈的未来。如果你没有，对吧？那就证明，就是你还可以拥有更好的未来，就是你未来会有的。